早安，今天一样是打果昔，用了亚麻仁籽跟黑芝麻粉。奇亚籽快要用完了，所以重新做一罐新的。只要粉加水搅拌均匀，拿去冷藏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切家里刚好有的奇异果。今天要来做罗杰塔老师的番茄鸡肉冻饭。我先来腌制鸡肉，一小匙盐，一小匙糖，一些白胡椒粉，一点米酒跟酱油，一起来腌制。我买了两大盒的鸡胸肉，想一次做多一点的分量。米也用完了，所以这一次买了一个外包装很喜欢的米，跟原本的糙米混在一起，一起来吃。摇晃搅拌均匀之后，开始洗米煮饭了。饭里面我还加入了干燥的洋菜，还有亚麻仁籽，一起进去煮。蔬菜类是在菜市场买的黄瓜跟番茄，用蔬果清洗液洗干净以后，小黄瓜头尾切掉，然后中间切开，把里面的籽刨掉，这样最后煮出来小黄瓜会比较脆。但这个刨的过程，就花了蛮多时间的，不过很值得哦。后来想一想，决定要拿一个杯子把刨出来的小黄瓜再加一点水拿来喝，后来加入了维他命 C 的跟锌的发泡锭。番茄用热水煮滚放凉了以后，要去皮，这样的口感会比较好吃。先来切杏鲍菇，因为今天还要再做一个三杯杏鲍菇。生理期来之前，我都喜欢做口味比较重而且大分量的料理，因为比较容易饿。滚烫过后的番茄泡冷水去皮以后，再把番茄们都切成小块，那再把里面的芯挖出来，这些芯等一下要做酱料，不要丢掉哦。红牡丹怎么那么安静呢？嘿嘿，妈妈在煮饭饭哦，有没有听到？那么多车车。小黄瓜因为比较滑溜，所以我用叉子叉着，继续的来切滚刀块，比较不容易被刀子割到手。材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那这刚刚的番茄心加一点糖、白胡椒、
酱油，点一点米酒来拌成酱汁。后来发现我切得不够细，所以又用剪刀来把它剪碎一点。鸡胸肉也拿出来剪成块，用家里有的低筋面粉来铺好，而且拌匀。橄榄油热油锅，啊？妈听不到呢。两面都煎得焦香以后呢，先盛盘放在旁边备用。接下来继续热油锅。补一点油，然后加入刚刚的番茄酱汁、蒜末，还有番茄跟小黄瓜，一起进去拌炒。最后再把鸡胸肉放进来，都裹上酱汁之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小弟弟，哎，把饭丢地上，在干什么？调皮捣蛋是不是这样子？小弟弟，相机在这里呢。在找相机啊。手机。嗯哼。不见了。没有不见啊，妈妈拿的。好玩吗？冷锅就可以下姜片跟麻油，把姜片炒到微微的卷起来。再加入杏鲍菇，炒到微焦，加入米酒、酱油、一点糖，用中火煮到收汁，最后再加入九层塔跟辣椒，又是一道重口味的料理，就完成了。今天晚上白饭，这蛋缺货。天哪！那一天家里刚好没有白醋。否则加了的话，一定会更提升口感跟层次。这些菜虽然做得很累，不过很值得，很想再做一次。今天来带女蛋上公托开的体操课，这样大量消耗体能，一个小时才100块的课，觉得很划算。不过母蛋可能年纪太小，才2岁，她大概走了20分钟以后就不愿意走了，就要妈妈抱，所以那天好累哦。对，哇，三哥往前走，停一下，请小朋友。对对，好，讲一讲，对，都喜欢一下。棒啊！好，黄老师，你坐黑色，谢谢。好，一个，二，可以，二，三，滑下来。
我们在头上面，让我们好好调整自己，让这个腿这么高，我都好放松哦，很好，软度好好哦。哎，翻过头了，谢谢。慢慢的，好，老师抱抱。哈哈，好，再来喽，来得好，很多了，可以的。接下来要去教一堂毛毛虫的绘本跟劳作课，所以在家里要先做一个范本，很简单哦，只要有水彩、粉彩纸、色笔、剪刀、口红胶等等，所以妈妈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跟小朋友一起做哦。我们来这里吃下午茶约会，伊粉很喜欢吃这一家的松饼，因为有一股浓浓的蛋味，也很蓬松。接下来晚上要做牛肉面，来分享一下用的材料跟最近用的酱油，这罐已经快吃完了，是对于这个 CEO 跟酱油的内容物很有兴趣，所以在虾皮上面买的。这个 CEO 带领的屏东监狱的受刑人团队合作，一起研发这个自创品牌的酱油。他们没有研究经费，所以就一起想办法上网看相关的论文，尝试制曲的配方，中间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才做出来酱油。我把这个酱油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刚好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。橄榄油热锅之后，把这些香料都拿进去炒，炒香了以后呢，再加入刚刚已经用水烫过去除杂质的牛肋块，再加入调好的酱汁，一点米酒，继续的来拌炒。接着加入萝卜、洋葱，拌炒均匀了之后，再注入水到压力锅 max 的位置，开始泄压。每次压力锅泄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疗愈哦。最后再加入一个综合的卤包进去烫一下，就会让味道更浓郁。很快好了，等我。里面有牛肉、青江菜，还有萝卜。萝卜啊。红萝卜。焖面。Yeah。
吃饭喽！我们带吃饭饭喽，这是爸爸的面面。爸爸面面。嗯哼。哎呦，撞到嘴巴了，痛不痛？玩。那还要拿，还要拿自己的碗。我问你啊。我已经吃过了。你刚刚不是还把妈妈的面打到地上？吃完啦，你已经吃饱了。待会儿要喝奶奶了。我很喜欢用大的容器来煮东西吃，因为这样不止自己家人可以吃，也可以分送给朋友。这一次的牛肉汤，我用一袋大概300公克左右，要送给邻居，放在冷冻库里面先冷冻起来。晚上看电视吃了一个巧克力酥派蛋糕，谢谢你今天的收看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